系呢个星光新闻嘅龟苓谷主播，我就而家访问呢个参赛者 A C 院长。阿院长，你点解咁热衷嚟玩呢个桌球比赛？好啦，你可以答啦。点解你举手呢？系，我哋本来咧系比较穷嘅。系，因为。是院长都冇乜钱，是见到奖金又丰厚啦，系，所以就参加咗啦。系咪想帮阿 King Win 嗰棚啊？攞鬼晒嗰啲奖啊？唔系，哇！你真系好坦率，你好坦率，我好欣赏你嘅坦率。好啦，咁希望你旗开得胜。阿 A C， 你做咩摆教育喺个头嗰度啊？你好陀啊！阿圣诞姆先生，你点解嚟参加第一届呢个桌球比赛？我冇啊，我谂住可能会同阿院长一路斗波，睇下赢唔赢佢咯。哦，我想摸咗阿院长个棚啊，摸埋佢衫裤。你最好赢埋嗰啲衫裤啊，等佢冇衫冇裤啫。好啊，希望你旗开得胜啊！我都系讲嗰句噶咋。有嚿肉嗰、那个。系 ，OK，A C 可以发球。够钟，喂 ，A C 赢埋添。哦，呢一场初循环。呢个小组赛啊 ，A 组嘅赛事啊 ，A C 胜出啦，咁啊等。哦，循环咧就 A C 院长就胜出，佢挥低咗 S H 嘅手下。咁 SH 咧就会罢工噶，听日。我想访问下你，阿院长，你初循环得胜，你有咩感觉、感受啊？哇！八比五领先啊！8-5喎。只系觉得自己好有成功感啊！好有成功感，你怕唔怕你个员工会罢工？诶，有啲惊嘅。咁你可以请人咯。咁啊，祝你下一场旗开，再旗开得胜啊！吓，下一场进入决赛啊！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。第二节完啦，下一节翻嚟啊！